不好意思，叔叔阿姨，我来晚了，路上有点堵车。叔叔阿姨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季晨，是周天的男朋友。男朋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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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别听他胡说。那他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当然是来陪你见父母的呀，亲爱的。小心呢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让 Kevin 给他办了一张度假区的 VIP 卡，所有消费全免，但是明天作废，所以他现在正满世界的找女孩子陪他一起去。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你怎么这么一团不散呢？哎，你就这么对待帮你的人吗？谁让你帮的？你不需要我帮啊。哦，既然这么不受欢迎，那我就走吧。叔叔阿姨，行，我让你帮我，不过你最好别给我耍花招。对，他就是我的男朋友，季晨。那刚才他啊，我刚才是我们在玩平时玩的小游戏。小游戏，对，是我在考验他。他这个人吧，平时记性不太好，所以呢，我就是怕他忘了我。老周啊，看来今天这顿饭吃不成了啊，这个我们就不打搅你们一家团聚了啊。哎，老张，今天这顿饭是没法吃了。我陪你。丈夫。老张，老周。爸妈，叔叔阿姨久等了。这是我女朋友季季。叔叔阿姨好。啊。什么情况呀？他什么时候成你女朋友了？不是，好像是我的孩子。最近